老沙，追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好。啊，好帅啊！奔跑吧，男神！可恶，这是什么速度？这家伙跑得也太快了吧！给老子出绝招啊！你以为老子这一年快递是白送的吗？快把师傅还给我！不愧是齐天大圣，看来我还是大意了。没办法，被他追上，就只好说出真相。喂，你谁啊？能不能一会儿再说呀？看来我还有希望。小孙子，一大堆包裹等着你，你自哪儿去了？半小时内不回来，这月工资就别要了。您听我解释啊，老板。可恶，让他跑掉了。别太自责了，起码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相貌特征，如果他敢动师傅，我们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饶不了他。喂，你去哪儿？坐地铁上班。可怜的猴子，自从到了这个世界就再没了自由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不工作赚钱还能活的只有小朋友，这是何等残酷的事实啊。加油吧，大师兄，我知道你为了生活费和房租正在忍受着各种折磨，这些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。对不起了师父，我们实在凑不齐100万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真是无语，才过了一年你们就变得这么蠢了？你们已经忘了太虚幻境了吗？这就是你们想要过的生活吗？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时间到了，我来看看温度表。已经退烧了，你真的还不能起来吗？头还是好疼，我根本就没有地方可去，能在这多住一天是一天。我去做晚饭，你安心休息吧。仔细看才发现，原来他是个居家美男呐。虽然落难了，但如果能住在这里也不错啊。啊，你回来了，警察局怎么说？齐天还没回来吗？先喝口水吧。他怎么还在啊？我们在警察局门口发现了那个送钵盂的银发男子，应该就是绑架师傅的人。可惜齐天没追上，让他跑了。我早就猜到那个家伙有问题了，猴子关键时刻就是没用啊。明天就是交款日期，那师傅岂不是死定了？明天我做点好吃的，庆祝师傅升天，不对，是祭奠师傅升天。话又说回来，师傅也是自作自受，还连累了我们。如果不是他为了爱情犯了天条，他也不会被抓，猴哥也不用跟二郎神斗法，太虚幻境也不会崩塌，我们也不会来到这个世界。不会吧，唐僧谈恋爱，你们也太离谱了吧。其实早在我们取经路过女儿国的时候，我就预计到了会有此一劫，师父的心思只有我最了解。所谓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师父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萧何，而他的死对大师兄来说应该是最难受的了，毕竟他们的感情比我们要深。老板，再来5瓶啤酒。来了。爸，他已经喝得够多了，不要再给他啤酒了。有人喝酒我们才能赚钱呢，干嘛不卖？你忘了上次有人欺负我是齐天哥把他们打跑的吗？齐天哥今天心情不好，不能再给他喝酒了。我给他做醒酒汤去。果然女大不中留，养女儿纯粹是给别人养的。师父，我真是没用啊。世人都说你是杀人的妖魔，如果揭掉封条，你会毁掉整个世界。但我相信人皆有向善之心。可我是妖，不是人。你是我的徒弟，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。走吧走吧，我不会给你东西吃的。
切，装可怜也是没用的，这个社会就是这么残忍，没有钱就没人理你。谁说没钱就没人理啊？汤面是免费赠送的。小月，下面放了四个鸡蛋呢。死丫头。小月的手艺越来越好了。人家用心做的东西当然好吃啦。齐天哥什么时候想吃，小月就给你做。因为在小月心里，齐天哥是最了不起的大英雄。如果上次不是有齐天哥出手，我已经被那些无赖欺负了。这小丫头长得蛮不错的呀，让大爷摸一下嫩不嫩？啊，你们要干嘛？爸，你看他们。还是那个老家伙识相。我们黑虎哥谁不认识？跺一跺脚，四成乱颤。如果想在这儿混下去，今天就得陪老子玩个痛快。我不要，放手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哎，快走快走，洗衣机里衣服还没晾呢。你以为真有人敢管闲事吗？那是电视里才有的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就没有人见义勇为吗？老大，我数到三，不想挨揍的趁早滚。三，快跑！怎么不从一开始数啊？其实从那时，我就喜欢上齐天哥了。哦，齐天哥。英雄，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称呼我了，谢谢你小月。又是刚才那条流浪狗，竟然一直跟过来了，真是麻烦。我说了不会给你东西吃的，你不用伤自尊，我不是针对你一个。好吧，我投降，这个给你吃吧。这个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啊？不会是想让我把他带回家收养吧？绝对不可以，如果现在就回家的话，被他跟到家里就麻烦了。天蓬那个家伙早就吵着要养宠物了。可恶，只有先甩掉他才回家了。都已经十点了，臭猴子死哪儿去了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她又不是小姑娘，就算出事也是别人出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可恶，还在后面。哼，孙悟空这小子果然鬼得很，看来让哮天犬潜入他家的计划已经失败了。没办法，只好我二郎显圣真君亲自出马了。